哎呀，凤年这孩子呀，在我的布局之下，竟然弄了一场瞒天过海，把我都给骗了。直到最后，我才知道他要做些什么。要是 一直跟着你的安排走，他就是第二个虚晓。啊！他选择了一条与我不同的路，是一条我从未敢触碰过的路。 我的儿子，徐凤年，他将打破我的枷锁，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众生。他就是下一代的北凉之王，他会守住咱们的北凉大旗，镇守住咱们一起打下来的天下。这样的未来，这样的北凉王，你们还满意吧？